故意让媳妇看见，再给他来个声东击西，待会儿让他怀疑人生。这娘们可不像好人呐！让我看看爸爸藏的啥。打开爸爸。好。哎呀！爸爸妈妈开饭啦！呀，宝贝，也到了呀，喊你妈吃饭。来了来了，哟，做这么多好吃的呀！哎，我不咋饿，这米先给你吧。不咋饿呀？来点西瓜解解渴。等会儿要切啊！急啥呀？爸爸，你让妈妈吃瓜吧。不吃的，一点瓜也舍不得。给，这月都给你。哦。那哥先说啊，等我吃完，你再吃点瓜。行，我找点别的。这下媳妇儿可发现不了了。来，宝贝，爸爸吃一个，你先。天天就知道顾着自己，一点也不知道心疼我，难怪叔叔阿姨都让妈妈整你。妈真香。媳妇儿守着瓜，咱就等着吃大瓜吧。一条鱼换一条腿，咱也不亏。不是吃皮就是遭吃，看来他不光是脸皮厚。女儿撂一边，这是想和我抢吃的吧？还真让我猜对了。把拉的还挺快的，等老杨吃完我再打开，整的他后悔了。哎，媳妇儿，光吃这也吃不饱呀，要不要来点别的？没事。我就好这口，吃吧。听人劝，吃饱饭。像他这样的，那就得饿着他，让他知道咱的厉害。要不是我防着，这条腿还真轮不到我。他笑个啥呢？配着好吃啊！待会儿的光更好吃。香不香？香。多给老杨整点。这样咱吃的时候心里也好受些，姐妹们说是不？来，媳妇儿，上次在单位同事叫外卖，好几个人抢过来轮着吃，这次再多备几个啊。行啊，姐妹们，不要再买9.9块21克的鹌鹑蛋了，这60克的更划算。哇塞，而且还是研究部的家大品牌了，回购了太多次了，这个比自己买生的回去煮啊都划算，不用剥壳就贼方便啊。蛋白很 Q 弹啊，蛋黄就是沙沙绵绵的口感啊，一口一个特别过瘾，而且这个卤的还特别入味儿。现在还有盐焗、蜂蜜、香卤、盐浸啊，4个口味，孩子可以吃。盐焗和蜂蜜都是不辣的，平时配个面呀、粉啊，配个粥都可以。像这种独立包装的，出门带着也方便啊，家里常备点准没错啊，一家人都喜欢吃。哎，你点这儿从啊，真的划算。叮叮叮，哎呀，哎。一阵吃饱了呀，是不是？少了，少了。哎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这里面有猪蹄。哎呀，哎，小妹，咱俩吃啊！